欢迎来到成品绿仓玻璃瓶的奇妙冒险，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切割玻璃，更是在创造艺术。首先拿起这个玻璃瓶切割器，就像是在给玻璃瓶做美容一样，轻轻划出一道优雅的线条。接下来用热水均匀浇在划痕上，然后是冷水的冰冷拥抱，看着玻璃瓶在温差的魔法下轻松分离，就像是看到了物理定律的浪漫邂逅。现在用砂纸轻轻打磨切口，就像是在给玻璃瓶穿上一件无形的礼服，让它变得光滑亮丽。最后填入适量的土壤，种上你喜欢的植物。就这样，一个既时尚又环保的多肉植物盆栽就诞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项目，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让我们下次再会。